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的高手亮牌，我是高硕亨分析师大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高手亮牌的官方频道，请你赶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做订阅的动作，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你才不会错过每天的解盘通知哦。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LINE， 扫描 QR Code 或搜寻小老鼠 968BYUVD，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 LINE， 每天的盘中盘后资讯都会在上面给你做参考。那当然你如果想要跟着老师做操作，老师也会带着你做操作哦。你想跟老师讲一些小秘密，或是你手上有股票，像是近期的很多股票都大跌嘛，如果你手上有股票套牢，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哦，老师我真的很辛苦的话，没关系，直接拨打我们服务专线 02-775-1500， 拨打进来，老师也会帮你解决问题，带着你解决你手上被套牢的股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解盘哦。好，我们今天看到了台股哦，今天是不是指数又再度盘中再度大跌，虽然尾盘拉起来，但最终还是下跌的哦。那我们今天先看看我们台股到底要怎么样操作比较好。我们昨天延续昨天的一个说话方式哦，昨天我们告诉大家上升轨道上缘的时候要适度解码，那来到下缘第一支撑附近的时候要做第一件事叫做偏多操作，第二件事来到第二支撑附近的时候请你积极布局，这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过。那来到第一支撑附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偏多操作，有没有捡一些被错杀的好股呢？我们之前告诉大家要捡错杀的好股，捡了什么？智邦2345的智邦，我们智邦告诉大家捡这张股票你一定可以持盈保泰，因为美国的 BAT 法案即将要拨款了，所以网通股近期非常强势。如果你有捡到这些错杀的网通股，告诉你今天跟昨天的大跌跟你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你就是获利的，所以你一定要捡这些错杀的股票。当然有些人觉得说哦，我还是很害怕不敢捡股票该怎么办，我现在手上还是没有股票，甚至有些股票都被套了，没关系，我真的知道你们真的好辛苦，大家都好辛苦，我也好辛苦，大家每个人都是啊被这个市场搞得昏天地暗的啊，没关系，老师站在你们的身旁，老师跟你们一起前行哦。你们一定要记住，错杀的股票千万不要在低档卖掉，可是如果有些过高股票千万一定要记得赶快做减码的动作。好，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跟刚刚讲一样，减码过高的股票。我们之前讲到红准哦，有没有看到235是红准，我在11月20号也再度提醒大家，11月20号之前的解盘也提醒大家减码，减码过高，乖离过大股票一定要减码，反弹就减码。你看到后面11月15号后面两根红 K， 有没有一根黑 K 又一根红 K， 那根红 K 我告诉大家要减码，结果还有人跟老师说什么，老师拜托你看就反弹啦，结果呢就马上给你看什么叫做结果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减码已经有点稍微来不及的时候该怎么做，乖离过大适度减码之际，现在乖离缩小了，关键价位记得要分批布局，这才是最正确的动作。当然如果你高档没有减码的话，那很不好意思，你可能就稍微错过这段行情，但是如果手头还有资金的话，你也不要再过度加码，记得选其他股票，说分散布局分散风险动作才是比较正确哦。那当然老师讲了这么多操作的技巧，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请你一定要来找大亨，找大亨，大亨会带着你做这些动作，这些复杂的动作由一个老师陪着你做，只要简单的告诉你怎么做就好了，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跟我做这些操作的技巧哦。好，那接下来下一档叫什么，叫2637的惠阳啊。惠阳那时候来到高档一直在震荡的时候，他们也有人跟老师说，老师他在高档震荡，这种高档震荡股票搞不好震一震就上去了，结果震一震就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不相信我们讲过的技术面嘛，技术面虽然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说啊，他不就是看线嘛，但是技术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要使用的哦。所以如果这些关键使用的你不会使用，那拜托你一定要跟着我做操作。首先乖离过大适度减码，有没有看到我在20号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讲乖离过大减码，乖离过大减码，乖离过大减码，结果呢后面是不是又下来了？所以你如果有跟着做减码动作，真的你就不会受这波的伤害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外资到底他们心态是什么。你看外资的未平仓空单口数来到11月22号的时候减到了4万口以下，就隔天直接给你加码8000多口，8000多口的口数其实不是很少诶，一次加码8000多口空单，而且还是在3万口以上再加码8000多口，你觉得外资
这样子的动作是不是就是真的没有太过乐观的情况。我不能说完全悲观，但是外资也有一些避险的情绪在嘛，毕竟他们手上的台积电、鸿海、台股的权值股真的很多，所以他们必须做避险动作，但是避险避的多的时候就表示说可能稍微风险大一点，要注意一下了。所以你看到48000多口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来到相对高档，来到相对高点的时候慢慢的解码，如果46000你解码一点，48000解码一点，你都不会受伤嘛。这也是我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赶快看外资的空单。当然这张图表我每天都会在解盘节目上整理给你，整理给大家看，所以你每天除了要看外资空单，如果你不想看没关系，记得每天关注老师的节目，拉到外资空单这一条，老师都会告诉你外资空单该怎么解读。好，第一个解码，解码我们还有另一个东西要解码，叫做利空要解码，除了过高要解码，利空也要解码。鸿海危机是不是最近一直谈到以离可能停火协议开始有点他们可能要握手言和的状况。那握手言和的状况虽然跟胡塞组织有些关系没有那么近啊，关系有些远，因为其实胡塞组织他们背后的势力是黎巴嫩的真主党，那黎巴嫩的政府跟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也没有那么近的关系，所以大家虽然会认为说有些乐观，鸿海危机可能会有望缓解，但其实后续还是要看他们谈判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也跟大家讲说，以离停火虽然有可能酿成鸿海危机的缓解，但是过高的时候还是要减码，但是反弹的时候记得，如果你不想长报，你还是要适度减码。但是因为长荣它其实还是有高股利做保护的，所以在明年的状况下它其实不会跌得太凶，不会跌得太严重。最主要你关注航运股一定要关注运价，如果你不关注运价，你根本不应该操作航运股，因为运价跟航运股的走势非常相近，所以运价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不看运价，你千万不要太过于情绪的去介入航运股哦。好，那第二个偏多操作的技巧叫做什么？叫做低阶错杀的股票嘛。我们之前讲过的2345的志邦，还有今天之前有没有还有讲过什么？我们散热嘛，因为 MCI 建策啊、一拳啊，全部都是散热股，全部都加码散热股的情况下，3017的启宏身为散热股，其中 EPS 又创高的股票，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呢？我们先来看看2345的志邦哦。2345的志邦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要加码？因为 BEAD 的法案嘛， BEAD 法案，美国的网络其实不像台湾那么普及哦，所以 BEAD 的法案一定可能会在美国未来的情况下会成为他们积极的一个重要政策，不管是谁当选的，我在选前就跟大家讲，不管是谁当选， BAD 法案一定会拨款，一定会拨款，一定会拨款。所以台股哦，有很多销往美国、销美占比高的网通股你都应该考虑。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叫做3017的旗宏，也就是散热股。3017的旗宏我们来到这个区间，也就是季线跟半年线的区间，我建议大家可以沿着这个区间做操作，当然关键价位我还是不会跟大家讲，所以大家请你好好去做一些功课，如果你不会做功课，记得找大亨，找大亨，找大亨。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个怕哦。川普上任的时候其实就有两大风险，最新川普是不是讲了关税宣言，叫做加拿大跟墨西哥因为你们放了人进来嘛，你们放了非法物品进来嘛，我们要加征你们关税嘛，可是其实他就是拿一个借口开刀嘛，甚至加拿大他根本就是跟着被开刀的嘛，因为主要还是墨西哥嘛，加拿大你觉得他会放什么非法移民跟非法物品进来，其实最主要就是墨西哥，只是他要拿加拿大开刀嘛。好，那当然我们必须说他的这些发言啊，其实就是让他增加他的谈判筹码，这是川普一概的手法。像他说我要对台积电收保护费啊，其实讨论到一段时间，现在有谁跟你讲台积电保护费，其实川普就只是放话让你愿意跟我来谈判，你跟我谈判之后我才有筹码去要求你做很多事情嘛，我开了最严厉的条件让你慢慢减这个条件，慢慢减这个条件，让你可以来跟我谈判，这才是川普要的。这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川普这样放话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其实大家不要太过担心。那当然刘德英也说了嘛，台积电去美国生产可能会亏几百亿的美金，那这几百亿美金到底该怎么办，也是他放话给川普要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表面，有些东西要看深层一点的东西哦。那当然川普第二大的风险就是他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川普的推特，他随时都有发新的推特，真的很可怕，他随时发的推特都会影响市场，他一句话就影响市场。你看他光是说加拿大墨西哥，光是说台积电，
对，台股就跌得迷迷冒冒，大家真的辛苦了。我觉得川普上任虽然有这个坏处，但是川普上任其实也有很多好处，像他会削减美国的开支，他会放松美国的监管，很多的科技也其实都会受惠。那当然其实放松监管最大的受惠其实有两个，两大领域。那这两大领域到底是什么，请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 Light， 今天我们就会公布给大家知道哦。那当然今天还有另一个东西，就是期货走势。期货走势今天稍微有点有鬼的情况，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根长长的黄色的，它是在一分钟以内，几秒钟十秒钟以内直接向上下跳动，来回跳动，那最低点来到22117，那我觉得这就是近期台股可能最低的一个地方了，可能就是一个支撑的地方。所以大家来到这附近的时候，不要带过杀盘的动作了，可能积极的去做低阶布局错杀好股的动作才会是比较好的。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鸿海，我们刚刚讲到了，今天的新闻也有讲到，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鸿海怎么操作，没有看台积电怎么操作，记得去看新闻。200以下随便解，没有均线以下分批解。台积电怎么操作，我们讲说千元以下可以 all in 吗？不是，是千元以下慢慢解。那原因在哪里，请看今天的新闻，今天新闻都会告诉你所有的原因。那伺服器代工厂的十月营收跟第三季表现，我们也会讲到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看第三季的表现，为什么第三季的表现会影响伺服器代工大厂的目前的股价走势，以及十月营收出炉到底要怎么去做看哦。那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加权指数的操作方法，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提醒大家怎么操作。第一，没错，就是支撑的附近偏多操作。那第二支撑要做什么？欸，没错，就是积极布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操作技巧，第一支撑附近偏多操作，第二支撑附近积极布局，只要减码过高，低阶错杀，就能让你在台股这样的行情中持盈保泰，成为赢家哦。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图卡的话，请你要关注我们的社群，请你一定要加入我们 Light， 加入我们 Light， 扫描 QR Code 或搜寻小老鼠 968BYUBD，或是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02-7725-1500 02-7725-1500， 说我要找大恩老师解决我手上被套牢的股票就可以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线上与投资朋友再次相见，大家拜拜。哦，烦死，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从总体